我们呢是一开始要开拍了，马上就拍了。我们的摄影指导，要不要收一下音啊？差点拍成默片儿。小小卓别林，小小卓别林。光没了，所以是广智拍，然后呼兰是场务那个场记啥的那一场，对，收音，人根本不够，根本不够。我在那儿当会儿场记都给，他当演员都嫌累，他来我们这儿演戏也是数字，一二三四五。我说杨导，杨导有词儿吗？说没词儿，你自己发挥吧。一二三四五六，发挥完了之后还要正反打各来一遍，还得一样。所以你这个最后是根据表演写剧本是吧？根据真实事件改编。要哭了，要哭了。要哭了，要哭了！配乐，配乐，谁呀？来三二一，哭！流不出来呀！别老笑了，你我感觉就是在发呆，根本就没有眼泪。有，这都流出来。等一下，这离这个近，一吹就有。你又疯泪，你叫哭戏啊？等一下，傻眼。够了，够了是吧？正好这样，他进来我就是哭过，导演肯定对我的状态非常满意。你还在意导演？这个那什么，培育说一下，我们这个整个是竖屏的一个拍摄。横屏，横屏，我们是横屏拍，又横屏了吗？是这样的，啥时候成横屏了？横屏拍，你没看过竖的拿手机，但是个横屏的放电影那个吗？那你上下是啥呢？上下就是黑白的。横屏太小了，对，就是要的这个效果。就我这还得，我还得给你刷，我还得给你刷，我要啥效果？导演，我还得给你刷，我不刷我都说不清楚。导演，水太笨了。行，得嘞，啊，全那个摄像注意一下，16:9啊。这就是4K啊。是这样的，兄弟，纯平着，好嘞，纯平着，像小时候打游戏似的，就过这个柱子，然后到这儿。太晃了，不行，不是，哥，下面有一个推车，我给他抬上来，就一个人拉着，我觉得会好很多。我刚刚已经看中你有个推车了，要不我俩把他给拿上来。行啊，咱俩先去拿车吧，要不？场务推他吧。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有车的是吧？你貌似是个场务，你才是真正的摄像。得快，要不然一会儿天黑了。这个水先扔这儿，走吧。我的天，真得俩人。可以，非常好。这可以哈，那你得这么站，我在你这边推，对不对？因为咱那边是。对，其实推拉都行。我是，我太高了，我好像得蹲下。蹲了对吗，导演？我看一下啊，等会儿啊。蹲着画面会舒服一些。不行，蹲着低了。这样的可以，你推起来看看。好。这还不如走呢，朋友们。是。算了吧，这个地也太不平了。但是我这样不累了呀。你就是懒，哪有这么拍的？不行。大家好。你好。Hello. 我们的艺考要开始了。老师，那我其实我和孟恩还有两个小问题问这些演员，然后您也帮我们看一下。好呀。其实很简单，我就是想让大家每一个人说自己家乡话，最方言的那种，然后台词咱们固定一下吧。
是你好，我把你的游戏存档都删了，然后同时你面带一个灿烂幸福的微笑。那我们开始试戏，从广智开始吧。灿烂微笑，幸福灿烂微笑，对，笑笑笑，哎，对，笑，你好，哎，咱把你的游戏存档给删了。等等，你把你游戏通删了吧。哦，这个好可爱，带点凶相的，哥哥。你看我把你游戏都删了。来来，你好，我把你游戏存档都删了。常务普通话真不要常务普通话常务。